所以我们对于生活里的每一件事情，我们要有一个观念是什么？是每一样事情的到来，它都是一个课题，对吧？哪怕说那个半夜你睡得好好的，外面就鸟叫，吵醒你睡不着，你也觉得那是一个好事，对不对？都想不出来为什么因由，那想说那训练你，是不是？鸟叫你都还可以睡觉，练好了以后可能去哪里都可以睡觉，是不是？配合我们原先在讲的转念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事情就会开始好事一起聚集了，是吧？聚集与否啊，跟能量场的这个旋转速度与否，这个学过这个向量，对不对？向量的大小跟你这个离心率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，是不是？所以当你把这很多东西全部噼里啪啦全部放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这一切的运转啊，就像你电脑开机一开，这全部画面什么该有的都有了，这个主事，这个让这个电脑把电脑变成生命来讲的话，这一切都 ready， 一切都好像在你前面的这个后，这个主事的这个中间的这个重要地位的是什么？是你的心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当你想到现在你的心跟过去你的心不一样了，现在你的心是经过训练的，是不是？经过很多的不同的这种补强，架设什么样的，一层又一层的，所以很多事情开始在转的同时，已经能够让你对于生活里的每一件事情甘之如饴，是不是？清心寡欲不是口号嘛，对吧？所以很多东西一到你这边来的时候，清心寡欲，哎，都变成甘之如饴，可以做到人举手。朝这个方向。啊、朝这个方向。那这样搞一下，我也看没看到谁可以做到。不敢讲，因为这个不是啊，做的都做不到。老师，这个是一个很简单，清心寡欲，像我们讲清寡欲，可是我们真的要落实做到。要练习啊，知道吗？你比如说你有一件最喜欢的衣服，对不对？明天就去送别人，练一下，要练一下，对不对？看你究竟在哪里了嘛，是不是？练到不买衣服了，就是还练一下，送人家你最喜欢那一件，是不是？是，就像我们讲的，人性本善，人性本恶。其实善和恶在你的心里面都有，只是你在什么环境下，那个种子让你产生人性本善的这种企图，或人性本恶的动作，这样懂我意思？在我们人性上要。这个人的欲望跟所谓的贪婪之心，要把它真的把它消除，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所以就讲到重点了，你不能用强制的压抑着说，我现在都清心寡欲，这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你要一定在，我刚刚说一切都是心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在你的心的认知上，要特别清楚的知道所有的来龙去脉。所以你的认同才会让你开始对于这一项主题接受或者是 follow 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强求不行，对不对？强求不行。有些人在那边装着，是吧？那在宗教里面啊，清心寡欲。所以这就讲回来了，为什么今天这个什么什么天主教、基督教？反正一缸子教内的执事人员犯规，做不好的事情，
他的清心寡欲不是在他的认知上而来的真正清心寡欲，他清心寡欲是被压抑的清心寡欲，对吧？佛陀，比如说佛陀说，这个出家众好了，他这个一辈子，啊，出了家以后一辈子就不能成家了，对不对？佛陀的这个法里面，应该是修到一个精髓点的时候，你的法喜远远大过于你的这个在家生活里面的喜乐，所以才能够面对你在人生中本来已经设定好人的构造，你才可以超越于他，以后才是真正的到那个境界，对吧？但是能够练到这个有多少人？太少了，对，按照原传统的系统太少了，所以大部分都是在那边看着好像德高望重，是不是？你都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跟天地为伍，是不是？把很多东西真正就是融入你的生活，是讲真的玩真的，不是玩假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东西就不是说说而已咯，对不对？在你的实修实证的过程中，你自己会看到，这就不是随便骗人了。好，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，你的气质应该会提升。